你先生刘伟仪涉嫌触犯多条警务人员嘅条例，想入钱、受骗，连自己有都杀得落，你仲想呃自己话你老公系个好警察？由呢一分钟开始，你系选择包庇佢啊，定系对警队尽忠？ 永远都咁相信自己嘅伙计。无论点都好，我都系相信啲伙计先。如果你啲伙计出卖你，你仲信咩？你要玩嘢，我同你玩到底啊！我而家就系同你玩嘢。 你冇真凭实据向外公布，你咁样做系欺骗市民同埋引起恐慌。几单涉及黑警嘅案，同老锦呢个被杀，刘伟仪都喺现场。我而家依足程序，令公众知道社会发生咩事。我发生咩事？我净系想知道警队究竟发生咩事。